恋爱好不好？我们才不那呢，爱谁不爱谁，清楚着呢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爱的是谁？我不跟你说，我要是跟你说，你准跟我妈说去。你小没良心的，我哪这么去帮着你？我帮你练功啊，做功夫练，对不对？还帮你弹钢琴。哎，哈哈哈，你别又翻老张。太成功。
对对对对，在那儿笑。不是啊，化学学的不错呀、啊，今年应该可以及格啊。成绩不错，对自己要求挺高的，要及格。对对对。老爸，哎，妞妞，你不说你要能及格吗？嗯，那我考考你。好，好啊，那你就放马，放马过来。别跟你妈说放马过来了，你妈那是阿凡提。阿凡提骑驴不骑马。哦，那你就放驴过来。你们俩别多疼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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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就考考你啊，最基本的，比如说这自然界的四大元素是什么？第一是火，第二是空气，第三是土壤。这第四，别着急，慢慢想。这叫洗手呢，洗手啊。哦，第四元素是肥皂。啊！哎呦，你就是这么学的啊！不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再大一点，自然会认真学的。不是说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能磨成针吗？那铁杵能磨成针，这木杵就只能磨出牙签儿。它怎么是木杵了？材料不好，再努力也没用。怎么会材料不好呢？那还不都是遗传了你家的基因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他那么懒，跟你家一模一样。有什么？我懒啊。你不懒？对，你不懒，你不懒，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叠被子？又提醒你了，我那不是懒，那是恋旧。我就爱睡昨晚睡过的被窝啊。哎，妞妞，你说我懒啊？我们能比吗？这你别跟我比懒，我懒得跟你比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！警告某位家长，请不要骂自己的孩子是小兔崽子，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，这对你自己。福利的哟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呀也别这么没大没小油嘴滑舌的啊！你这么能斗嘴，为什么中文作业写不好啊？我怎么就写不好？你看，你们老师让你写一篇关于理想的演讲稿。哎，你是怎么写的？听着点啊。70后早已作古。80后也不足挂齿，90后的人们风韵犹存。I am 90后，我也是90后。哎，你看你这还小沈阳呢啊，英文中文还说两遍。还有这个，金鱼像雨点般的向我打来，但我都一一闪过。哟，那你可真够背的啊！那别人抓都抓不住的机遇，还都被一一闪过了，还得。还有这句，他爸，你听好了，这可是写给你的。父亲像亲人一样疼爱着我。对呀，妞妞，我可不是你后爹，我是你亲生的。啊！好，太多了，妈，还跟不上你。你现在首要任务啊，就是。
学好中文，还有那个跳舞，还有数有话。你说你还有数学好，你怎么跟我们教你的那个英文作业？不是，怎么说话？跟我们教好，别这样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不要再逼我了，再逼我，我就装死给你们看。我活了小半辈子了。我们太对，可是你放得太松也不行啊。